亮哲以及谢承俊近日惊喜演出 BL 剧，亮哲在剧中还有一场裸身泡汤的戏码。对此，亮哲也分享说到，自己为了这场戏，一个月前就开始饮食控管，还研究了各种食材的营养和热量，更帮自己的妈妈做饮食控管与调理。随后也说到，因为当时拍摄的时间是冬天，大家泡在冷水里都冷到全身发抖，却还要装作一副享受泡汤的模样，也因为身体一直在用力，肌肉看起来比较紧实，感觉大家都很壮一样，但其实当时超级冷。而不用下水的谢承君全身包紧紧，并直呼自己逃过一劫，更说到那天就是大家都很冷，只有自己是老神在在躲在一旁看戏。画面曝光后也让不少观众表示，亮哲的身材太好了啦。Bye.